娃娃了，娃娃了。娃娃今天没带。哎呀，你啊，没有带娃娃，娃娃睡觉的了。哎呀，那个我妈和那个月嫂。那你这出来这不喂奶能行？喝奶粉了吗？喝奶粉了。月嫂说是老晚出泡怕感冒了，前天不是刚。你这出来围巾也没围上。带的这个。带的了。月嫂说是老晚出抱怕感冒了，谁太娃娃娃啊，娃娃就不用抱，我就没抱。哦，还是今天开也开了，看看你长大了没？过了百天了，抱出来。啊，我怕那就再过好几个。不能再收到残疾娃娃。啊，那还抱过了。他现在小，前天不是。哎，叫二舅母好。今天都星期礼拜天，礼拜天啊，今天礼拜天，妈妈明天在了。哎，啥？哈哈哈。国外的照人，今天啊，你是你娃，你迟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早些过来干活来了，别着急，不需要准备的多少了，就烧简单就够吃了就行了。妹，他今天又黄花脸都回来了，闺女过世来了，还没去他家待了了，高兴不高兴了？啊妹，啊，哎妈，你不笑了？你不笑了？啊妹，是你俩，你过世了，你记着？哦，激动了，激动就行。高兴一下啊！你那搬动了啊？没事，你坐着休息休息。我不用休息，那也得休息了，没坐了月子了，没过了百天了。还把俺妈推着走了，他们开他们红花的哈。嗯。哦，坐着走了，坐着走了，开他们红花的哈，这就不忙了。开开他们了。哎呦，老弟。啊，这一出出去睡了个好觉，吃饭是散，但睡觉你吃了吃饭是散。那是干啥呀？给妈妈做了？大芝麻酒。哦，大芝麻酒啊，吃火锅用的哈。这兄弟姐妹都了就是好，然后都在厨房还站不下了，人多热闹。这个常年吃药，自己瞎配药，这个习惯的真重。腰疼，你又是这些了，对吧？再腰疼，那又是这些了。这些了，又回来了。一直到回来，你干啥去？哈，你别乱转转。一直到回来，又丢地了。哎呀，最后一关你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要不要肉了？我上面还有肉了，有了，有肉，有了，肉够了。不是，我上面有那个肉了，有那个牛肉，那个三鲜那个肉了。有了，吃点柚子够了。拿下来，你看你上脑不行，你欧装两两都不能吃不行，辛辣的。你不是说在是两个类了吗？你不是说拿脑不辣的？那不是两个了吗？家常菜是两个。那你在锅还是豆了？我不也会卖它的吗？你而且这家具还是齐全了。哦，是。我买的牛肉。这也是吃火锅用的。啊，吃火锅都上来了，真是。真是啊，哥。我在我冰箱了，等等等。这是啥？那这是啥？辣椒能吃？这是啥？不能吃。哎，没有不能吃，辣的，那是辣的。辣的，你看谁能吃吃了？你有三鲜火锅，这个好。喂，这个不辣。今天中午还没吃火锅。哎，买卖干啥的？哎，我这不能吃，你看，我是铁的。你会不会做饭了，小伙子？你妈做饭在家，你帮帮你妈，听见了没？哈，你多帮她，以后你就会做了。到现在好了。哎呦，再鼓鼓了，哎呀。你就去教他们，从小剥豆，让他们。我刚两两都不能吃啊，两两一来大脑肿了啊，学校的柱子都打的，不是吃外伤，打的起火锅，新冠疫苗的肿，吃不辣的就行了嘛，吃不惯，一个不够，那哪能够了？你一个要吃两个人吃一个还差不多，咱们今天的就是有几个人了，六个、七、八、
就是11再13 14个人了，哎，咱们今天14、15个人了。哦，所以说就刚才的咋地的吃太亮。哎呀，这不输不知道，一输哈也跳不出来，知道吗？这还没来倒起了。这还高吧？还是小心这些，娃娃的生日过年不就咱们的生日？要有没到了，小心这些。的。不能坐一桌子，坐两桌子。啊，以后再让倒圈了，一桌子坐不哈？再坐两桌子。还有啊，与花蕊还有的用用。还带两个人。带两个人。啊，让钱倒圈了，最少的两桌子。妈妈以后又要坐一个座位了。还带一个，还带我。那他和的三个人。啊，还有你和娃娃来了，还带三个人了。我把小不点我了。啊，还有小不点了，又多了一个人。我在家工作，我在这习惯了。不是，人多了一下搬不过来。三拐六拐，九拐，九加四十三，这是十五，连爸爸也妈十五拐人，连个大姐16拐人。我说明年的现在，你家娃娃就能走了，小不点明年就在地上就走过来走过去了，肯定更有意思了哈。啊，期待明年。真错了，来一杯啊，咱们来唱，爸站在那儿，站过来。我不会。又错。啊，妈妈不错，唱唱你俩，看你。来，去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。叫爸爸替妈妈吹，哎哎，行了行了，这大松子给吹了也行了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是吧？以后都全靠你了。